电影界大代志要来关心，顶礼拜人有真侪人拢看咱台视频道，伫咧关心金马五六，今年拢总两支大赢的台湾电影，拢摕到五座金马奖。其中一支电影是《家庭故事》做主题，《阳光普照》摕到最佳剧情短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，也佮有最佳男配角这些大奖。另外，这支电影《返校》是摕到最佳新导演、最佳视觉效果再来五项大奖。两支电影是这一届金马奖上佳抢赢的作品。最佳男配角得奖的是刘冠廷，《阳光普照》。一届就摕到五座金马奖，会当讲是第56届金马影像最佳电影。《阳光普照》讲一个家庭的故事，甲亲人之间的感情甲关系表现甲少有诶，尤其是男主角对戏的表演，和平心足好落诶。建豪，我记得你那天说我得奖，你也很高兴，谢谢。但伊文伫《阳光普照》内底扮一个无声会晓讲话爸爸，表现甲真顶到，摕到金马影帝。最佳导演张梦宏。不会念我的名字，拜托不要念我名字。我每次用这种念力来说，可能这样念的话，可能就会念我名字。最佳影片得奖的是《阳光普照》。阳光普照导演郑明宏第二届上台领奖，摕到最佳剧情短片。伫咧庆功的时阵，剧组的气氛足嗨的，演员搭嘴鼓，互人看到团队的感情实在真好。他你又不是我们家的人，他活在我们家的阴影里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是谁促成你们家和好？当然是我，好不好？哇，我是一个关键角色，不然你以为你跟你爸会跟你和好吗？啊，同款摕到五座金马奖的也阁有。得奖的是返校，返校，返校，恭喜！最佳改编剧本、最佳视觉效果、最佳美术设计、最佳原创电影歌曲，电影《返校》一直红叫着名。女主角王晶听到导演嘛摕到奖的时阵，看起来比导演本人更加激动。最佳新导演徐汉强，返校。徐汉强担任本片的编剧及导演，同时也抱回这两座奖。我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他就是我心目中最佳的导演。那王晶无摕到奖，学弟詹景华嘛同款真可惜，两个人下弯要阁继续拼，后回甲金马奖无登去记者综合报道。